今日呢，如无意外应该会是我第一条日常生活的 daily vlog。 现在是九点啦，我超级眼瞓，因为昨天呢挂住同个朋友煲电话粥呢，所以我劲眼瞓啦。但因为我之后九点半呢就有一堂要上咁样，我就是要起身啦。我的身体已经没了化妆的记忆了，本身化妆已经不叻了，还有一个我没化妆。 Oh my gosh， 有粒在眼睫毛，谢谢。我已经很快地化完我这个妆了，因为不用戴口罩，所以其实我是不会擦粉底的，所以其实近期呢都是会见到有少少瑕疵，但是戴口罩我就不理了，没人会理的。好近才能镜头。 Let's live in a me Just step by step Sorry that I'm kick the foot I walk your step I'm wondering now Where is your wings?Tremble lips and blurry eyes and your pink cheeks 咁悶係囉，咁悶哇，你咁唔公平嘅，你話悶啊嘛。哦 OK cool。其實 Sprite 個味好佔大多數，我記得韓國嗰陣對米酒好抗拒喎。你飲多咗我飲，我而家覺得米酒好好味喎。我唔知係咪因為佢整得好味，但係啲人話咧，即係韓國人就好興啦，落雨就係要飲makgeolli配煎餅。你塊面好紅，一年都冇翻嚟俾我支持我。我冇啊 ，no。我最笨啲，因為我最笨。Where is your wings? Tremble lips and blurry eyes and your pink cheeks And we should make the plan An actual dead end time will you 因为人家说什么？全港第一 Tiramisu 哇，你跟个背景好衬啊。 We'll land in, they say我同張紙巾都好襯。Hello 紙巾。Hello M 巾。睇下先，怎麼係 ？How it works？ 哦，好唔同。你竟然第一睇怎麼愛，然後我睇怎麼係，淨係識手。吸氣時，察覺自己在吸氣。呼氣時，覺察自己正在呼氣。哇！耶穌一，一段感情，我要同耶穌一齊。To the good place. That's the spirit, girl. 嗯 ，Not my thing. Not your thing. Not my thing.